羡慕他吗？这些年轻男士，他们时尚有个性，面貌英俊，经历独特，每个都与众不同，但并非人人都能走上舞台的。成千上万独特的青年却被遗弃，无人理睬。全球的慈幼会会士帮助他们追求梦想，构建未来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，让前程无可限量。因为年轻人不是一模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。